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那位患有抑郁症的爆米花。他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。不要觉得我傻，我走的时候不痛苦的，也很轻松的。最近啊，我收到很多爆米花小姐姐发来的信息和电话，谢谢你们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很抱歉不能陪和你们一起去看 TNT 的万人演唱会了，听到他们要替我说一声我爱他们哦。林哥，你有腰伤，照顾好自己，平时训练不要太过了。你也是个刚成年的小朋友啊，你好温柔，但是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强哥，虽然我认识只是一年的时间，